我的心愿就是我想再看一次我的乌龟未婚妻跳乌龟舞。乌龟舞啊，听起来很特别，怎么有这个舞？有一次我心情非常不好的时候，小诗就是跳了这个舞，就是因为乌龟舞让我的心情特别的好，也让我忘记了烦恼，也是因为这个乌龟舞让我感受到小诗给我幸福的感觉，所以我希望今天可以在这里再一次看到小诗跳乌龟舞，可以吗？可以吗？好吧，欢迎小诗的乌龟舞。你真的很听话，叫你跳你就跳。好，跳完乌龟舞的小诗，现在换你说出你的心愿了。陈小诗，别故意饿着我哦。我的心愿是，我希望何群可以跟他的弟弟阿哲一起合唱《北极星的眼泪》，因为这也是何群的心愿。如果可以帮他达成心愿，这会是我最幸福的力量。这次的代言一定会非常成功。哦，可是那你要怎么来帮何群完成这个心愿呢？我今天本来是希望阿哲学长可以来，可是他到现在都还没有来，所以可不可以请大家再等一下下，因为我们这个现场节目的时间啊已经快到了，但是阿哲好像不会出现哦。没错，这是我的心愿，虽然今天可能无法完成，但是我还是要谢谢小诗为我做的一切努力。不过只要有小诗在我的身边，就已经是我最幸福的力量。哦，别了，他们小两口这种体贴方向的感情真是令人感动。在这里还是要跟大家说一声对不起。虽然何群的心愿今天没有办法完成，但是呢，从他们两个人身上，我们看到各自为对方努力的两个人，这个就是幸福的力量。虽然很可惜哦，何群的心愿今天没有办法完成，但是呢，阿哲学长，你真的来了！各位观众。也就是何群的弟弟突然出现在摄影棚里面，真的是非常的让人 surprise 啊！而何群的心愿呢，也在我们节目结束前的最后一刻终于实现了。曾经走过的昨天。
整个宇宙都流眼泪。就微笑了 ，We're in love， 是真的爱了就相信了，从没去想。